看一下，两张罗非，老梁张罗非，老梁家的张罗非，嗯，猪肉炒，炒豆腐，可以了。然后蒸了鱼之后呢，就煮鸡拉菜，就差不多可以开饭了。开吃完饭之后呢，就切蛋糕啊，就简简单单的，小孩子图个开心嘛。其实小孩子他都不喜欢这种的，他就想着要那个蛋糕而已。在煮炒，不是煮，是炒猪肉，贤惠啊，加这个小辫子，辛苦了、啊。人家都说我们离婚了。嗯？人家都说我们离婚了。差不多了，应该快了。炒的猪肉蛮香的，猪肉炒豆腐。这一道菜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天气比较热，吃饭比较难吃得上，就搞了一些凉拌黄瓜，这个还有一些酸米粉，还有就这里搞一桌，外面那里搞一桌，就两桌吃完的话，就搞那些小孩吃蛋糕了啊！哎，忙了一天了，煮这么多菜，这种天气好热的，幸好是现在进来拍视频可以凉快一下，因为在外面的话估计都会中暑，特别是炒菜的时候。有那个力气去炒菜，炒完都吃不下的，真的。我相信很多炒菜的人都有这个同感，因为太热了。在外面这里搞一桌，外面这一桌呢是喝酒的，啊，喝酒的在外面，不喝酒的在里面。这是不喝酒的，里面空调不喝酒的，然后喝酒的都在外面。这里凉爽啊，露天呢、啊。来。来，大家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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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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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靠近一点看一下这个蛋糕，看一下我几年，可以靠近去看一下，看你拍蛋糕。大，哎，你小，我几年吗？被你拍的照，我漂亮吗？漂亮吗？我运动，爸，哥哥说的，再过两个月就到你了，站着。对，我坐在这里。运动。可以拿了，说钱说的快乐，谢谢，谢谢，
过来。谢谢，你说。谢谢。嗯。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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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一位。和启言说大声一点呐！启言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说大声一点呐！大毛老，和启言生日快乐！好，好，丢了我这个。和启言生日快乐！好，谢谢。说谢谢啊！你都不说谢谢了。大声一点说谢谢啊！谢谢。我体验生日快乐！谢谢谢谢，来我们一起唱歌好吗？来，一二三，祝你生日快乐！你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你，欢迎你，我们一起吃蛋糕好不好？虫子，嗯，好，等一下一个个弄掉的虫子就好。哎，乖乖，乖乖。现在接下来的这个小孩子分蛋糕的这个环节咱就不要拍了啊！他们不参与，因为呢咱喝了酒很怕就是吃蛋糕，特别是老娘喝了酒一吃甜的就会那个啊，小孩子开心就好啊。真的不知不觉四年了，很快哦，真的是。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对我们这一家子的这个关心还有支持与陪伴啊，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祝我大宝贝生日快乐啊，在这里呢也谢谢大家。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